没那感觉了，各方面都好多了，感觉好像颈椎那个地方也没大有什么感觉了，我觉得。适应感怎么样啊？感觉各方面都变好了。但是我就觉得吧，老是有淤堵，感觉他那个块怎么老是还有啊？感觉就是淤堵的话，还是有点肝阴气滞，因为本身他那个肝经那地方嘛，就最先堵的可能就那儿，就现在还是有点淤堵。肋下还有那个淤堵的块哈。我还觉得，然后肚脐眼下面嘛，那些地方有时候也像有淤堵一样。对呀、啊。对，连着的，就是其实从前胸到两肋，然后到小肚子这块都是肝经的所在的地方，所以小肚子觉得有点不舒服，也是跟它一起的。嗯，肚脐眼右边这个地方，它们也连着的感觉。对、啊、然后这个腋下的往下，它们也连着。对，都是连着的，的确是连着的，都是肝经所修行的地方。行，那就咱们再通一下，其他还有什么不舒服呢？打个比方，以前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哈。感觉就很放松了，然后接着就得睡觉了，然后现在没那感觉了，各方面都好多了，感觉好像颈椎那个地方也没大有什么感觉了，我觉得。颈椎没感觉。我觉得所有的毛病就是因为这个肝经不通了，肝经通了，好像所有的病都好了。对啊，就是气血不通畅，对啊，跟情绪有关嘛，肝阴气滞造成的。对，舌头看一下，好好，可以了。就是逆黄，就是舌红，它还是舌红，还是太腻，现在还是有点湿热，这样呢就咱们再调一下，然后一个疏肝理气，因为你这块别的症状还好，就是这块觉得还是有点像瘀似的嘛，让它散散解，对，一定要把它调好，我觉得行，然后那个这样我给你加点药调的看看，那个再多加点行气，行气力量大一点的看看，谢谢，不客气。